工作证明。好，谢谢。各位长官、各位嘉宾，现在进场的是由国防部示范乐队及陆、海、空三军乐队所组成的国军联合乐队。他们是国军的义勇尖兵，更是专业的军礼部队。平时执行国家重要庆典及各式军礼等勤务，每年更受邀至国家音乐厅及各地区文化中心演出，收获各界的好评与回响。现在所演奏的是《黎明进行曲》，这首乐曲是由陆军乐队李贞志中士特别结合今年国庆主题“民主台湾，坚韧勇士”而创作的。国军联合乐队将以开国号角的声势，展现全民捍卫国土的决心。是素有国军荣誉部队著称的中华民国三军一队，他们是国军的骄傲与荣耀，更是国家军威壮盛的象征。平时执行国家重要军礼及庆典操演，并担任国民革命忠烈祠、中正纪念堂、国父纪念馆、慈湖、大溪陵寝等礼兵驻防任务，其礼兵交接仪式庄严肃穆，名闻国际，展现我国军精实壮盛的一面。海军中校李新忠报告，操演开始。所演奏的是《西首同行》，由陆军乐队李贞志中士所创作。乐曲以信号曲作为开场，为整首曲目带来开朗的氛围，象征中华民国在疫情解封后，全体国民共同回归安居乐业的生活，同时也展现国军联合乐队文武兼备与创作演奏的能量。
军近年来配合政府政策，推动全民国防教育，目的是为了增进全民国防知识以及全民防卫的国家意识，期许全体国民建立责任一体、安危一体、祸福一体的共识，借由全民支持，打造国家安全的坚实堡垒。对成员彼此合作无间，以悠扬军乐与利落枪法呈现募兵制以来的成果。在训练过程中，队员们更坚信太阳是我们的钢盔，汗水是我们的礼服，枪是我们的生命，荣誉是我们的信念。防卫作战效能，展示国土主权寸土不让、民主自由坚守不退的精神，维持区域和平稳定，守护国安。三军一队将以整齐划一的枪法动作，配合精准走位，并搭配乐曲《黄埔军魂》做一系列的枪法操演。三军一队是一支具有辉煌历史与光荣传统的荣誉部队，秉承牺牲、团结、负责的黄埔精神，坚持训练，从严从难。如今我们以创新的思维不断精进技术，发展独特性，在传统的枪法上融入新颖的动作，一样的充满精气神，一样的充满坚强意志，象征奋斗不懈、绝不退缩的黄埔精神。请掌声鼓励。下一段的操演将由国防部示范乐队所组成的鼓号乐队带来精彩的演出。乐曲是由示范乐队李金云中士为了今年国庆所精心创作的编曲，请看操演。
国防部示范乐队精彩的操演，请给予他们最热烈的掌声。演奏的乐曲是由国防部示范乐队李玉川中士所创作的《领航者进行曲》。这首乐曲节奏轻快，搭配瑞弟兄排列三环队形，象征三军协同一致，相互扶持，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与挑战，中华民国才得以繁荣与茁壮。三军一队借由双十队形来缅怀先贤先烈牺牲奉献精神。三军一队成立至今已60余年，期间队员们团结合作，共同努力，秉持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一队精神，完成各项重要任务，使得一队官士兵从中培养出高度荣誉感，更成就了一支代表国家门面的荣誉部队。演奏的歌曲是改编自知名歌手赵传的《英勇勋章》。即将呈现的是《天使的羽翼》，搭配一对弟兄坚实利落的枪法，象征国军在面对各种艰辛的考验，能够顶天立地，不屈不挠，迎接挑战，奋勇前行，幸福共好，同时也是国军对中华民国坚定不移的信念。国家承袭革命先烈牺牲奉献精神，才使得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屹立在这片民主自由的土地上，同时能够凝聚民族的向心力，在面对各种艰困环境的挑战下，带给我们勇气和信心，激励和鼓舞我们勇往直前。
随着音乐接近尾声，今日的操演也即将告一段落。国军联合乐仪队祝福全国同胞及嘉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中华民国生日快乐！立正！操演完毕。操演完毕。为了在这深具意义的国家庆典上有完美的演出，乐仪队成员不论严寒或酷暑、白昼或黑夜，始终是勤奋操练，从不间断。感谢大家的支持，国军乐仪队将秉持着精益求精、好还要更好的精神，继续勤训精练，为国人呈现更丰硕的成果。在此也敬祝各位长官及嘉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